婷婷，你喺度砌紧啲咩啊？当朋友同自己讲说话嘅时候，如果我哋冇回应对方，对方会觉得我哋冇听对方讲嘢，咁对方可能会唔开心，下一次朋友可能就唔会再同自己讲嘢噶啦。婷婷，你喺度砌紧啲咩？我喺度砌紧飞机啊！当朋友同我讲嘢嘅时候，我会回应对方。婷婷，我识弹吉他，你有冇中意玩嘅乐器啊？我中意吹长笛。你识吹咩歌啊？我识吹《Sound of Music》嘅歌，例如《Do Re Mi》同《Edelweiss》。朗希讲乐器嘅话题，望住婷婷，问佢有冇中意玩嘅乐器。婷婷专心聆听对方问的问题，然后回应对方。我们想对方知道自己有专心聆听，所以会聆听对方说话，望着对方，然后作出回应。